你别跟你妈一样，不管你是离婚了、结婚了，你一个人都行，你得让自己开心，记住了没有？妈，我知道我爸让你受委屈了。爸，这是要干嘛呀？你要出远门啊？你妈的箱子。我妈要去哪儿啊？这是？去深圳。不过了，妈，哎妈，别，你咋了这是？哎呀，那吵架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呀！妈，你是不是答应过我的啊？这有张卡，拿着，里边有你的养老保险，你好好留着，就这点没被掏光了。你妈没本事，也没给你留多少，将来一分钱也不许给别人啊。一分也不行，谁也不行啊！记住了。爸，到底咋回事儿？这是，哎呀妈！说话呀你！你咋不说话呢？这会儿你一言不发了？你有本事告诉你姑娘你都干啥了？不说啊！我说，你爸以前炒股票。人家现在能耐大了，人家高大上了，人家改炒期货了，把家里压着箱子底儿的钱投了60万，弄了个血本无归。人家跟我说我破产了。谁不想挣钱？哪知道期货这么坑人，下次一定要谨慎。郑英俊，你是不是跟我保证过，说安安心心的陪我开店？你信他？这么多年了。妈，你别别！哎呀，妈，拦着我！哎，摔我琴！不过就不过。别跟着我！哎呀，你别跟着我，外边挺冷的，你跟着我干啥？我怕你气得甩下我跟我爸一走了之，去深圳了。大姐儿，你妈就想跟你说一件事，以她半辈子的经验告诉你，男的，你千万不能相信，你千万不能相信他是怎么说的，你得看他的实际行动。你千万不要轻信他会因为你而改变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就希望你这辈子
时刻对自己好好的，你懂吗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，你别跟你妈一样，不管你是离婚了结婚了，你一个人都行，你得让自己开心，记住了没有？妈，我知道我爸让你受委屈了，赶紧回去吧。醒了就起来吧。要睡上上头睡去。吃点儿，肚子有点货。一起吧。琴坏了。坏了就坏了吧，反正以后也不拉了。也好，我想了一下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管你了。我琢磨，可能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太一厢情愿了。从今往后，你爱干嘛干嘛，你也不用去店里了，你以后可以天天去棋盘室。你也不用找工作了，你就继续炒你那个期货股票，赚了呢你就自个儿花，赔了那也无所谓，反正就剩那么点儿了。你爱喝酒呗，就接着喝，反正身体是你自己的。我今天回来就收拾东西了，以后我就去店里住。真要走啊？郑大钱，你真要狠心抛弃老爸了是不是？也对。换上谁都得走，怪你吗？怪我？是我郑英俊，对不起你们母女俩。你说这没用的干嘛呢？你要真打心眼里觉得对不起，你就应该努力干点事儿，让我妈有留下来的理由。可事到如今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还咋努力？这些天找的都是跟你原来工作相关的，跟音乐相关的，全面配合，认真面试一下好吗？这能有用吗？行行行行行，我尽量配合。